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弹一首很可爱的小品哦，它是那森林少女的片尾曲。这首歌它是 F 调的，所以它的音阶不太一样哦。它的音阶跟 C 大调差了一个音，差在哪边呢？这个 C 原本这个 C 在第二格第一弦，马上会变成 B 降，然后变到第一格。哎，好，那我们开始讲第一段哈。这一段它的旋律是发嗦拉发哆。第一格，第二弦，第一格，第三格，然后拉空弦，第一弦，然后这个是第二发，好，都在第一弦的第三格哦。可以，那我们开始配和弦喽。发嗦没有和弦，然后拉配 F 和弦，F 和弦按住第二弦第一格，然后第四弦第二格全部发，然后拉发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拉嗦哆，拉嗦嗦的时候呢，我们食指要移到第三格，第二弦第三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配这个 C 和弦啊，这是 low G 啊，它独有的 C 和弦。哎，好，你的中指要放在第三弦的第四格，然后无名指在第四弦第五格。嗦哆嗦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食指一次躺下去，或是再躺下去都可以。好，下一段是，好，这一段很简单哈，它是旋律是发瑞拉发咪发，好，这个瑞呢在第三弦第二格，然后拉第一弦空弦发咪。好，我们一开始这个发呢，要配上个 D minor 和弦。好，我的中指会压两条弦哦，第二个，从四刷到二，发瑞拉发。好，这个咪呢，配 A minor，A minor 你要把你的中指放在第四弦第二格，刷三条弦。好，下一段。旋律一开始是发咪瑞咪发嗦，好，那和弦配在哪里呢？它配在瑞的地方，发咪瑞这个地方，你把你的无名指放在第四弦第三格，这是一个降低和弦，两条弦哈，瑞咪发嗦，好，接下来哆发嗦拉西，哆发。嗦拉西哦，降 B 出现喽，哈、哦，哆发嗦拉西，好，哆的时候要配和弦，我们配的是 F 和弦，但是因为我们的旋律在这边，所以我们只要按住这个就好，不需要按食指，两条弦，发嗦拉西，好、哦，西要配和弦哦，配 G minor 7和弦，把你的食指放在第一弦、第二弦的第一个，好、哦，一次压两条弦，然后。中指压在第三弦第二格，全部刷。西，好，西拉嗦发，好，西拉嗦发嗦，配上我们刚刚的 C 二弦。OK， 好，下一段哈，基本上跟一开始的那一段差不多。好，这一段是跟之前一模一样。好，接下来不一样哦，它是发瑞瑞瑞，好，发瑞瑞瑞咪发哆。发瑞瑞瑞咪发哆，好，这个一开始的发要配 D minor， 好，我们刚刚弹的 D minor， 发瑞瑞瑞咪发，然后哆要配 A minor， 哆两条弦就好了，好，接下来是发咪瑞
它这边是发咪瑞降 B 和弦，瑞咪发嗦。好，最后接下来是哆发嗦啦嗦，嗦嗦发发。好，它这边是哆 F 和弦啊，但是我们弹不到这个狮子，所以也是中指。哆发好嗦啦美和弦。然后接下来的 嗦 呢，配上刚的 C 和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那个 G minor 和弦。这个地方呢，你的食指要压住这个第二弦第三格哦，小指哦，哦，然后这个中指压在第三弦第二格，然后无名指压在第四弦第三格，三条弦 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食指挪过来哦 ，嗦 嗦。C 和弦哈，嗦，滑回去，嗦发，然后接下来 F 和弦，哎，这首歌它弹起来是很温柔的，所以我们把和弦还有整个旋律呢，都把它弹熟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那个把自己的音乐呢，把你的弹奏呢处理得很鲜细 ，OK。